各位观众，你好。今日要配的这台车，就是2007年 Honda CR-V3。这台车的锁匙嘛是立体的锁匙，所以嘛是要用到这自动机来车这个锁匙。一开始先配锁，做锁匙，用暗，因为这台车无这个号码，所以要用这个暗配。哦，这自动机来车出来的锁匙是真准，这准的拢袂一点仔拢袂卡卡。那准讲你号码是读了对的，就拢 OK。过来就是用这个电脑来设定这台车的晶片钥匙。这设定是紧紧啊，大概是一分钟就设定好啊。即马设定好啊，把这锁匙存款发动，安尼发动就用交人客使用啊。